各位可以到现场看到，这些本来稳郁的树海呢，这可以从照片上面看得到，那他们现在都已经完全变形了，甚至于就在最近几天，我们也看到了市政府进来到了这个场合当中，他们大肆的砍树，所以这是我们所担忧的。那正好今天有潘汉江先生、潘汉生先生，那以及从林口来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本身也同样遭受到了这样的这个困苦，因为呢，师大运要在林口盖体育村，那有选手村，结果同样也是有砍树的一个情形。他们在知道了这个现况之后，他们马上组团赶到了我们台北，然后要来声援我们的现场。所以今天呢，很感谢，再次的感谢林口的朋友们来到台北，那给我们鼓励，那同时呢，也一起跟我们站在这个现场，跟台北市政府提出沉痛的一个控诉。那同时呢，我们也谢谢现场这乡亲能够勇敢的站出来，在礼拜六的早上，那愿意接受在这个场合当中所有媒体的一个采访。那我接下来就把这个活动时间交给今天主要负责的潘汉江先生。喂，方向，那我们我们先喊一下口号哦，护老树，护老树，别乱砍，别乱砍，护老树，护老树，别乱砍，别乱砍，要学校，要学校，不要篮球馆，不要篮球馆，要学校，要学校，不要篮球馆，不要篮球馆。那我们现在记者会正式开始哈。那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团体哈。今天是由主办单位是由我们那个和平国小预定地和平国小的护树志工队哈，护树志工队。那召集人就是我们的在地的里长哈，在地的里长郑里长哈。好，对不起，好，对，张，对不起，张之胜里长哈，那个。张志胜里长，然后我们今天来声援的团体有台湾护树联盟，然后有抢救林口森林行动联盟。那我们为什么护树联盟跟抢救森林联盟来强力声援呢？其实最主要是这两个四大运的案子是很夸张的案子，因为在林口四大运总共要摧毁的是十六公顷，然后1300棵树，那是现成的森林。然后在这边呢，其实这边的树呢，其实虽然没有像林口森林这么多，但是它4公顷的树全部都是超过50年，大部分都是超过50年。因为这里原来就是有一个，现在目前是在做文资审议，大家请注意，现在正在做文资审议，好，就是上内埔营区，那上内下内埔营区。对，哎，比较紧张一点哈。那下内埔营区呢，原来是民国45年，就是我们国民政府拨迁来台的时候，那时候的军营，好，那一直到后来90几年才迁走。那军营在的时候，为了掩蔽，为了战备的需求，好，那整个林相都非常的优美。那现在好多好多的树都不见了，好，包括有200多株的这一些七里香，好。然后前面这我们看到这些空地被推平的这些空地，只残存了这几棵。其实这一些树呢，原来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大看板，好，和平国小预定地永裕树海的那两片，就是原来我们现在被摧毁的空地。那林口四大运跟和平国小的这个案子呢，一个很重要的四大运的预算现在是1毛钱都没有，完完全全1毛钱都没有。现在在立法院还在审议，去年的3亿现在在朝野协商，今年编的30几亿目前也都还没有，去年都还没审，怎么今年的会通过？这两个预算都是没有的，那他怎么去做这个工程？林口森林的他是用第二预备金，然后我们这个和平国小的他是排挤到盖学校的费用，很夸张，用盖学校的费用来挂羊头卖狗肉。居民好多好多这些来这边等了好几十年，20、30年前他们来这边买房子是为了给下一代来有比较好的环境，结果当年的小朋友现在已经长成30几岁的中年人了，他们觉得连自己的孙子这些，他的儿子女儿现在已经30几岁了，可能搞不好儿子女儿生了小孩都还不见得有国小可以来入学，
结果他用了21亿来盖这个体育馆，好，四大运这个21亿的体育馆，其实也排挤到盖学校的费用。当要盖学校的时候，他就声称说这是要盖学校，可实际上他是拿来用四大运。然后这个体育馆里面居然里面还有选手村，居然还有选手村。当初要盖林口森林的时候，他说选手村这些外国选手安全的理由、运动的理由，好，所以这些选手村呢要一个完整的接过、完整的区划。那怎么会反而在这个地方他的体育馆里面还有安排这种，那就是前后矛盾哈。那四大运其实现在预算还没通过，很多东西都还在规划，所以在这些场馆呢，其实现在目前只是第一个场馆是篮球馆，那还有一个网球馆，好像也是要去动到某一些这些树木银行的这些预定地。那总共这个四公顷的学校的用地，我们就在后面这个大安运动中心也是从这个地方割出来的。所以就是这个学校呢，如果再盖了这体育馆，可能就这个国小可能就遥遥无期了，因为整个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的场馆。然后就是所以说他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状况实在非常的夸张，然后也有规避还品的嫌疑。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学校呢，学校十公顷不用还品，如果是体育展馆呢，就是3.6公顷就要还品。那他四公顷明明就超过了，他就凹说啊是学校所以不用还品。有一个学校盖起来然后没有操场的吗？那未来这些小朋友来这边整个都是水泥建筑，未来的健康、未来的教育其实是很夸张的事情。那我简单是先做这样的基础的介绍哈。那其实等一下我们记者会结束还可以再进去到拍这一些现地哈。那这段时间其实那个树木运走的那个状况毁尸灭迹都非常夸张哈。那像老榕树完全没有价值的都是拦腰砍到树头哈，大家都有看到这些相片。然后有一些樟树呢莫名其妙的不只是砍断，都有编号的，砍断以后堕到地上。到底这些樟木呢是不是有要做某些用途，除了园艺之外还有某些用途，木材的用途或是经济的用途，不知道。那龙柏呢市场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贵，七里香也非常的有价值、哦、那到底是移到哪里，真的是都非常的夸张。那我们现在就请在地里长张里长就是主要讲这些树的大概状况。首先感谢汉江汉生兄弟来支援，还有林口的朋友来支援，也感谢媒体同仁啊，感谢咱无能力的乡亲时代吼，会当出来支持，为着咱下一代，咱这个咱要行的路够真长哦，下一撮若果有这个工作空间的时阵，希望大家当出来收听安尼吼。啊，所以在这边吼，感谢媒体哦，事实上。我要控诉台北市政府哦，官官相护，违法滥权哦。照片上面的树木啊，事实上，这我照的照片啊，就只有十分之一而已哦。官官相护，我在这边呼吁啊，我们监察院能够介入调查整个和平国小从征收土地到现在这个整个的案情，官官相护，而且。我们疑怀疑啊，有盗卖树木的嫌疑。当初这个里面的这个下列捕蝇机里面呢、啊，有8栋入树的那个建筑啊，每栋的前面呢、啊、都有种那个七里香。我保守估计啊，10公分左右，最少有300棵不见了啦。啊，下列捕蝇机那个大门进来两旁的树木、啊，保守估计有40棵，现在剩下8棵。而且一棵死掉了哦，这个都有最少20公分，我们怀疑啊，这个农博啊被盗卖了哈、哦、啊，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剪掉能够动起来哈、哦，我土地长在这保证，我有资料，我绝对有官商勾结，盗卖我们的国土哦，盗卖我们的国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行政单位方面，我们希望监察院能够介入调查和平国小从征收到目前的案子，还有这个检调单位也能够来调查整个和平国小的弊案。以上报告，再次的感谢媒体先生、女士哈、哦、给我们的支持，谢谢。杨家豪。
医生加油！加油！我是卫龙里当地的居民，我是林玉慧。那今天台北市政府告诉我们说，因为少子化的缘故，所以我们和平国小不需要了，我们要一个篮球馆。那篮球馆呢，可以帮忙在当地的一个经济的发展。但是事实上，各位在现场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的小朋友。还有一个还在肚子里，我可以摸吗？对，我可以摸。还有一个还在肚子里面的小朋友，就等着，要来就读的是和平国小。所以和平国小因为少子化而必须被废除，这个原因是绝对不存在的。更何况台北市政府告诉我们说，那他们要盖一栋包含和平国小的一个所谓的选手村，这是一栋大概9层楼的建筑物。各位，请问你看过一栋建筑物1到5层楼，它是学校的校舍，然后6到9楼是选手村。各位试想一下，如果选手运动正好大汗淋漓，那他们正在洗澡，那撞见了我们小妹妹，小妹妹会不会害怕？所以台北市政府拜托你们，谁无子女，谁无父母，有这么多的小朋友等待着要来念和平国小。而和平国小在台北市民的一个心目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竟然比不上一个篮球馆。篮球馆绝对是有它替代的场所，要比篮球台北市到处都可以比，但是对于小朋友的未来，小朋友的成长，只有一个和平国小。谢谢大家。哦，刚刚那个又有一个团体是那个松烟，保护松烟哈，松烟大巨蛋那边是从也是日据时代的树哈，也是58年、60年这样子，就是跟我们这边的树都一样。那体育设施呢？为什么只要在盖体育设施之前都要说这个理由？为什么到最后都这些树牺牲了，还是没有办法呢？我们之前看到小巨蛋就是要盖了，就是。小巨蛋当初要盖的时候就说拆掉要做篮球场，结果小巨蛋里面并没有打篮球。那现在大巨蛋正在盖，牺牲了1000多棵这些珍贵的老树。那大巨蛋未来会不会有棒球比赛？会不会有这些体育设施？还是到最后还是开演唱会呢？然后现在的理由叫做篮球场、篮球馆。那未来这些场馆到底会不会用它原来真正的体育用途呢？那我们等一下再请那个各个团体发言哈。那个居民的部分，那个里长，先讲一下姓，居民讲话，先讲姓。我姓何，我是卫龙里80的里长哈。这个当初哈，我65年搬过来的时候哈，这边完全是一片营区。非常非常整洁的营区，然后之后营区撤走了以后，就变成单身宿舍。单身宿舍，结果最早的时候被征收的是诚信家族大家族的农地，然后到了93年的时候，把这个营区所有的单身的这个军人哈。迁到大我营区去，迁到芳兰营区去，还有的迁到那个大直那边去。然后这些居民哈都是非常配合的良民，然后在里长的感召之下哈，只有一点点的补贴，然后就欢天喜地的搬走了。因为他们这些人大部分没有子女，他们认为他们真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百年树人的理想而离开的。所以他们走的时候，你们有看过抗争的团体竟然是大家排列队欢迎那些怪手来把他们的旧屋子拆除？他们认为说没有新的校舍，将来这边的居民这边的小朋友就没有前途，所以他们就非常欢迎列队鼓掌，把他们可怜把他们一生的积蓄、一生的唯一住过的房舍铲除。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理想，没有想到今天如果这些老伯伯还在的话，一定含泪含恨，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被政府骗了。总之他们一生辛劳，人马空总的为了这个国家
去打仗，然后老年的时候又失去了心爱的房舍，然后只是为了这个了不起的理想，没想到今天这个理想也破灭了。我感到深深的感到非常对不起这些年老的父亲伯父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我们一定要誓死维护我们理想，维护我们的和平国小。我们绝对不让这些政客们把这里利用来作为一个某一个政绩，一生唯一的政绩就是盖了一个体育馆。其实隔壁为什么四大运不在隔壁台大办呢？既然是大学运动会，台大有6000个人，容纳6000个人的篮球馆，为什么不去用？非要盖一个7000人？7000人跟6000人有那么大的差别吗？真的，你会保证有6000个人来这边看展览吗？看表演吗？看竞赛吗？我是不太相信。这是我一点心意，一点心得。嗨，谢谢。我是刚刚被推出来代表要帮里长讲一些话的啊。我就是住在这个居民啊，我是住在商业大厦，我在这地方结婚生子，所以我想我很有资格讲这些话啊。我想至少要盖这个体育场实在是不合适。为什么？因为这边已经有一个台大体育馆了啊。那然后台大体育馆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的报道就已经被罚了52次。那我就说又有大巨蛋又有小巨蛋，既然今天这个是规划是给学校，那你们如果认为大家政府认为是慢慢少子化，但是慢慢少子化之后一定也是有老人化，所以我们今天就像刚刚这位先生讲的，既然是给学校用地，我们就应该给盖学校。那学校的话，既然有学校一定要有绿地，有绿地不但是给孩子好，那当然也给我们老人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空间。所以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实在不适合盖。我们也去了几次台北市政府，也诉求了几次，但是每次的议员都是我们绝对不给盖，我们绝对不给盖。但是我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要起来盖了，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要慎思审慎的考虑一下。我们现在的财政都已经，今天说实在话已经那么拮据了，说实在真的来说的话，如果真的在BOT 出去的话，只是叫做 Bulk of Taiwan， 只会让台湾越来越差。我希望我们台湾越来越好，我也更希望我们今天这个居民大家能够真的大家团结起来，也大家也真的诉求是说，真的我们政府要好好审视这个是不是适合盖这个体育馆。好了，我的报告就到这边，谢谢。得出来，我行动得出来。那个各位同亲哦，咱是不是拢去予市政府骗去啊？咱是不是拢去予市政府骗去啊？恁个会记哩无？当初咧盖这大安运动中心的时阵，甲咱讲边仔溪操场，啊，搁有中高低年级，三栋大楼，还有一个幼稚园4栋大楼，然后呢？每个年级每班有五个班级，当初在招生的时候是5个班级，然后告诉我们这个是台北市唯一的，而且是最后一块地，是一个森林小学，独一创作。当初要盖运动中心的时候，林琼清啊，那群4、5个人，还够会记得不？伊讲的呢，甲咱讲吼，这个运动中心，咱这个小学是和平小学，然后呢，前面还有个车道。车道弯进来，可以停车，小孩子接走了，然后呢，陆陆续续的有一个车道可以开进来，比照那个类似美国学校这样子，车子开进来，然后再来又接着小孩出去。我们这种有操场、有幼稚园、有高低中年级的校舍，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现在规划。我讲吼，咱市政府是不是给咱骗去啊？当初盖运动中心爱咱同意。要我们来同意的时候，拿出来的蓝图，啊，都视野，大家拢都满意，鼓掌拍手，这样好的所在，太好了，哎，人要买厝的时嘛来看，到底和平国小伫遮，这是不是要去啊？哎，
现在变成说没有了，政客大转弯。现在听说啊，年级一个年级就有两班，各位啊，两班符合经济效益吗？如果在一个教育体系来讲，啊，各有教务主任啊，各有什么收入米干，收入这安尼是不是吼？真的是，我是说这个起建户吼，真的是莫安尼变啦。上大诈骗集团的是起建户，东方来台湾骗。讲阮叫阮同意，同意了，即马变作搁三五年，讲啊歹势，即马恁囡仔拢愈生愈少，阮即马囡仔大家拢户口拢迁去别位啊，因为无才无通读，大家拢寄去别位遐去啦，去读附小去啊，吼，歹势歹势。我们现在听听连地主的心声啊，都地主的代表钱先生。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是这边的地主。市政府当时给我们听说的话是说要盖和平国小，现在不盖了，现在要盖篮球场，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以这个地主的这个代表啊来抗议，向市政府要回头是岸，不要这个乱盖这个体育场。谢谢大家，主席黄国明，谢谢。那个，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看树哈，我们尽量控制时间。好，没事，没事。那个，刚那个两位原地主代表哈，其实很重要的，其实这是一个假设，他土地征收目的不符，其实是可以，地主是有权利把那个土地要回来的，因为他当初的征收目的就是学校，他是学校用地，如果他盖的是学校。那这些地主高度配合，对不对？对。好，因为学校是公共利益，盖学校是公共利益，好，是大家整个可以享受到的。可是这些体育设施呢，到底有没有贪赃枉法？到底有没有铺张？有没有浮华？有没有把这些树乱砍？好，那破坏我们未来的环境。那我们喊一下口号，我们再请那个各个团体哈，简单的声援。不老树，不老树，别乱砍，别乱砍。不老树，不老树，别乱砍，别乱砍。要学校，要学校，不要篮球馆，不要篮球馆。要学校，要学校，不要篮球馆，不要篮球馆。好，那我们现在给那个反核自工团潘汉森，好，之前也在台北市做了很，从深烟大巨蛋，还有很多的这些互助团体，天母这些都有参加。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次在我们在市政府也是审查，也在保护其他的树木的时候，刚好前一个案子就是这个案子，所以当时我们就知道，只是说在这段时间以来，其实很长这几年以来哈，其实台北市政府他们树保委员会都变成移植树木委员会，他们一直在讲说他们是移树不是砍树，但是我今天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如果这不是砍树，什么叫砍树？恶劣呀，恶劣。如果这不是砍树，什么叫砍树？恶劣。请市政府不要再骗人说他是在移树不是在砍树，这个就是在砍树。那我们这里本来是一个县城的森林公园，刚刚我跟我孩子进来，他说我们不是要来保护老树吗？啊，怎么树只有这一点点？因为树都被砍掉了，树都被砍掉了。我们在这里所要的就是要孩子的健康，要孩子的未来。大家看，刚刚很多小孩在这里跑来跑去，我们希望的是他在一片森林里面跑来跑去。市政府在推这个四大运，我们在问四大运的目的是要为了他个人的一个表演，还是他要为了全民的健康？体育的目的是为了表演，为了作秀，还是体育的目的是为了要健康？我们当然希望体育的目的是为了健康，保护森林公园也是要为了健康，保护一片森林，现成的森林公园也是为了健康，这两个原本没有矛盾的，但是政府却要把这个东西变成矛盾。好，那其实全世界这几年来
这一二十年来，全世界在讨论这种体育的大型的赛事，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变成政治人物作秀的舞台。一个原本大家为了鼓励运动健康的一个竞技场，常常都变成政治人物展现他政绩的舞台，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是健康，我们要的是守护森林公园，我们要的是保护老树。我们再喊一下口号：守护县城森林公园，守护县城森林公园，反对砍树，反对砍树，好文兵不要砍树，好文兵不要砍树，抢救县城森林公园，抢救县城森林公园，好文兵不要砍树，好文兵不要砍树。哎，刚好哈，他砍得很严重的哈，是在树林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其他声援团体哈，我们简单的每个人讲一两句话就好哈。那林口抢救林口森林公园，我们就讲完发表声援的感言，我们就赶快去树那边哈。那大家就看到在树木后面很夸张。首先哈，我们是抢救林口森林行动联盟，在这边呢向所有在场的民众致意，因为呢。四大运呢，在林口呢，事实上呢，已经呢准备要把13座足球场大的林口森林给摧毁掉了，远远比这边还要大3倍4倍。那我想呢，看到今天呢有这么多还有里长站出来，我想其实我们呢非常支持护树还有护森林这样子的行动。那也希望呢，大家呢能够继续关注林口的议题，也继续关注呢，像和平国小这边呢，砍老树、毁森林这样子的议题。我相信呢，四大运其实应该是要带给台湾民众更多的绿色奇迹，而不是摧毁台湾现成的绿色奇迹。那在这边呢，我希望大家跟我喊一个口号哦。反对花百亿毁森林，反对花百亿毁森林，反对花百亿毁森林，好，支持那个和平国小，好，谢谢。那里长，张里长去哪里？张里长，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到那个砍树砍得最夸张的地方啊、哦！因为那个时间有限。张里长去哪里？他是带着媒体。张里长。哎，安家跟传媒体，哎，摄影，哎，安跟那个，其实后面很夸张。来，快一档，快一档，快一档，我咳嗽不要讲。那个，大家看到远远的这一些树哈，那后面整个就是有一大堆树枝都还在哈，那我们就往那个，好。来，安家那个神头牙所在啊，其他的民众，大家民众都在旁边围着哈，然后在媒体上拍的时候。这种的那个工作单纯工作哦。
工作是爱看啊，这栋的领导者，这栋哦，拢住113个单身的人，拢总有七栋，七栋的头顶，拢总七支用。这种最少有10公分以上哦，啊，差不多有3米宽，即马无半丛，唔知走到位怀疑哦，我可能去用袂掉去，吼、哦，合理的怀疑啦。啊，过来哦，这以后哦，这边才有2层，那个保护楼梯哦，差不多有直径哦，直径哦，差不多将近1米哦，即马无去啊，哦，即马看到的时啊，咱以比起来讲，本来。即只有100层的树哦，有50层去互伊个死败掉哩。对，伫个相片遐看到的。啊，咱即摆来去哦，看一层，咱看到，诶，青蛙树哦，一层要玻璃的，结果哦，伊叫出10公分，伊甲错掉，伫个边啊。啊，伊讲我摆啊，挂个玻璃，结果伊叫老表，咱先准备摆到来，甲伊坐了下。来来。一分钟就行到，好、哦。这他的砍树的状况哦，真夸张的哦。挂牌要保护的哈、哦，结果都碎石还有碎石乱放在地上的。那因为之前我们摆一些项目的哦，所以昨天就已经本来要来毁尸灭迹哦。香哦，哦，那个那什么的，不要坐了，不要坐了，这样。不要坐了，来。
搬来你家。啊，就搬家，那他到后面搬出去了，就搬出去了，就搬出去了。这个是樟树。樟树，这个也是樟树，这个被砍掉了，到底是樟树？樟树，这个樟树。啊，这个有一定有70公分，能在那边。哎，这个后面。这个你前年会砍的，那被砍掉。哪里要砍掉？这个都被砍掉。这个砍掉。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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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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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社会大众看到这个砍树的惨状，媒体朋友这样 OK 了吗？我两个刚刚头讲，刚头讲，你再错掉这么讲嘛？错掉掉，错掉掉。哎呀，错掉刚头讲。哎，你在角度上哎，就画，就画，画只口，我画只口。就画，他听不着啊？你要画，要出去。阿雷，哎，那个生气一下，生气一下啦啊！不老树，不老树，不要砍树，不要砍树。好人民不要砍树，好人民不要砍树，好人民不要砍树，好人民不要砍树。叫老树，叫老树，护森林，护森林。好人民不要砍树，好人民不要砍树，好人民不要砍树，好人民不要砍树。不老树叫森林，不老树叫森林。好人民不要砍树，好人民不要砍树。好，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夸张，很已经在断根的很危险的那个大王树啦。走原来的路径，然后走过去，好，那一个榕树超大的，五六个人环抱。哦，开始，开始。好，他他来来料哈，他的大庆他是贵的，你看你看，每一棵树都是那个样子啊。他给他弄完了就可以。你只要看到今天的光。然后台大毕业，那现在在一个四方啊，科技公司。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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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卖多嘛，能加个红利。你们越走越近，越能多人啊！大家这车都越赚钱。哎，我越赚越开心，我自己在投资。嗯，我们刚刚没有玩过。啊哈！啊哈！你几家？你几家？怎么有人啊？还有，就是今年在上海。台北的。七百多，因为我要上个经验嘛，希望啊。
我也吃两种，一个鲨鱼的，一个吃鳗鱼。那我是吃的，不要钱，我把它打起来。喂，没有那个休闲了。他说有核酸表，核酸病。各位乡亲哈，因为现在最主要是要拍那个画面哈，大家是不是来这边拍一个像团体照这样？哎，然后我们以后要网络宣传的时候，等于守护这么大的树这样，然后里面的报纸这样。拍出来才会人很多这样子，在守护这个树。好，等一下，我们没有时间拍完，大家要拍到那边。看到林口被毁掉，真的看到我心痛到。哎，各位乡亲，大家要不要先赶快拍照？拍完，我们在这边仍然继续保护这些树，好，继续关心这些树。多大树有四吨的人，人家讲。哎，各位乡亲，因为这棵榕树超大了，对啊，他现在借口要让我们先来这边赶快拍个照哈。哎，就是方便拍照的，尽量就赶快进来哈。他说那个什么藤根，看他再喊一次。不老树，不老树。抢救县城森林公园，抢救县城森林公园。好农民不要砍树，好农民不要砍树。不老树救教育，不老树救教育。好农民不要砍树，好农民不要砍树。不老树救教育，不老树救教育。好农民不要砍树，好农民不要砍树。抢救县城的森林公园，抢救县城的森林公园。好农民不要砍树，好农民不要砍树。那我们今天记者会跟这个现场画面这些就进行到这里哈。那哦，感谢各位媒体今天除了记者会这边哈，都还有来这跟过来看这些砍树的状况哈。啊，那个刚刚媒体有给你拿光碟吗？有。那个。如果还有媒体没光碟哦，那些砍树的树头、摄影记者哈，那前面的这一些，之前就是我们这些图板上的相片那个光碟，好，也可以直接要哈。哎，对方跪下去了，你看，对方跪下去了，后肢能下力。好像表面上好像有媒体关注的，你看到这里过来啊，他就说他会有你给他那边测试会给你选择在里面，你有光碟吗？光碟里面就是前面的那个让他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线把提配料关上锅子，把提配料再去卖啊，把垃圾再回来这边垫在这边。嗯，所以我刚才就呼吁我们呼吁那个监察院出来对那个好政府查这个案子啊，检调单位来查这个弊案。那这边的厂商是厂商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看不惯说他们这样胡搞啊，倒卖国土。谢谢。我们就是南地，啊，所以你规年前四万外块了。规年前。七十六年左右，七十六年。六七十。啊，七十六年。一平四万块。差不多四万块，四万多块，我忘记了。啊，当时征收的目的是什么？是征收目的是国小、和平国小。这个是要你不行的都给维护啊。日记时代就应该不盖啊，今麦不盖啊，你啊今麦真相是伊无要去啊，啊今麦得有啥？啊伊那去高桥，阮就无意思。对对对，阿那要用阮别项，阮就无你照今麦讲泉州啊，照今麦价钱高讲。按照对对啊，我的心，你别爱挣，按照还分还分，我不要多要。从半征收嘛，哈，要不然就承办征。对对，用现在价，阿要嘛就是对对对，不要说嘛。其他东西在路边呢。
所以恁意见拢同款嘛，吼，拢同款啦，吼。啊，伊都买人家的位置，你不能选啦，我你这选的是陈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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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是要盖和平国，日据时代就一定和平国家，还有有不能，所以征出来以后，那个房子一百多年了，那个破在三那个三河，三河院啊，挂断的，要一百七百高平，我看你懂懂啊，靠征收的，本来土地，而且古老的。还是家的土地哦，那你们的土地哦，那你们是不是啦？是的，我们姓陈的，全部的，一百七。啊啊，五十，五十，四五。还有阿哥五百。有啊，有啊，百人啊，而且买一栋，两百几万的就有。那是外地的。啊，你怎样？当初你看有几万？爱家家家家分的，分的很多。国防部的这个。啊，这个也是三十八年征收了。哦。哎，这个二十几亿。还要去盖章，没有那个，你们自己出来就好。哎，我们全部他不盖，我们自己搬的。我们账号全部打了，全部都。过去来台湾，有一个问一下，然后来是有都征收过去了。七十六，还有七十六年，七十六年了，我忘记了。七十几年，到七十几年了。差不多有60年多了，据征收差不多七十三，我进去快40年了，到三十年了，差不多三十年，哦，差不多七十万，哎，他拖到92年才房屋啊，拖到92年，我们起国小啊，你要拆啊？他们两个就住在那个南啊，记得问他们一定是94年他盖学校。啊，招收新生，结果拖到现在。啊，现在没有，没盖。今麦如果去篮球场，嗯，啊，你话我就要加贴加拖应该嘛？你无规定，有奖状的嘛？你好的有贵吼？啊，你今麦过来改一款的，啊，要安那？啊笑啊你啊人饲人家那祖先是辛苦苦，老的拖住的。也去哦，你经手去，啊你专门按的对来个。我孙子在那教读书，那他应该已经过来了，在那教读书啊。好啊，今年也过了三个，我拢大吃啊啦，就较早大吃，出事就吃。啊，今嘛，那个工作在地，啊为着要去学校哦。啊。提供啊，政府啊，政府要来提供去南投去。对对，啊，你我无同意啊，我无同意啊，我无同意啊，你规定土地还用啊？啊，你的土地要从哪里？因为我们那块地是跟他们在边边嘛，不会影响他在中间或是怎样。啊，无你就叫政府建钱征收啊，重来啊。啊，你那边地，啊，你介绍多少？啊。那个市价至少300万以上，五品哦，要正常嘛，就是这栋，起码压不压压不，哦压压不起住啦，压起住压，我们做什么？我们压不完，我们做什么？这种，压不压，压压不起住，压不压压，压不压，看我们压，公道地价至少20倍以上，要80万以上，80万。啊！不讲百姓哦，我讲是讲你若要起校，该用途哦，我可能会较高啊。啊，起校那嘛没有关系吼。啊，你都啊，干了讲囡仔，即个囡仔，我啦爱读书啊啦。啊，你嘛要起了。陈大哥，你是老三。陈大哥，对，我们是国会人。长兄一家的啦，我们都是大家族，已经七，我们在这里还原已经第6代了。